又是我，今天是大连金州主城区交通管制第10天，我们小区即将开始第4次核酸检测，他们是进户检测的。昨天他们就是先把那个每户的人统计好了之后，今天早上再检测。来了，对面，他敲门呢。哎，在，好，你先坐。准备好了。准备核酸检测哈，在门口等着，不用出来。好，准备好了。下午马上上来哈。好嘞，那个这边有没有人？准备好了。你快拍呀！核酸检测。你快拍呀！上来来个拍呀！等会儿。你敢拍，我打电话。等会儿吧，他那个叫对面和隔壁的人呢。好嘞，叫什么名字？两个人，来看一下去。啊。啊。啊。嗯。有个阿福约的小孩，不用吧？你想写就给你写。OK，检完了，他们挨户检的，不知道什么结果，应该我前3次都没问题。好了，今天是大连金州主城区交通管制第10天了。菜的事儿我就不说了，这个，很闹心啊。怎么样？加油，拜拜。他们还在外面。Mm-hmm.